哎，师尊，难得这么晚了还能见到师尊。问师尊安，师尊要去哪里？随便走走。你们呢？我和师妹刚刚从无常镇回来，买了许多好吃的，还在九寺见着个有趣的人，我约他来死神之殿做客，不知何时会来。木然呢？没和你们在一起啊？他日日逃课，估计又在哪儿喝酒睡觉呢吧。我去寻他，你们且先回房歇息吧，照顾好自己。师尊来了，坐下喝一杯酒嘛，梨花白，好酒，保准师尊没尝过。你醉了？醉了好吗？醉了天不怕地不怕。来来来，长夜漫漫，不如胡闹一场。默然，我来迟了。从前是师父没有保护好你，如今我来救你，我赌你。万寿齐天，世事不允。梨花白，你最喜欢的酒，今日就好好陪本座喝一杯。狗贼踏新军，为祸十年，今已自裁，如今当引以为戒。莫微雨，踏新军，默然。我是死生之巅的弟子，也是人间界唯一的帝君尊主。我罪恶至极，满手鲜血，所爱所恨，
所愿所憎，到最后什么都不再剩下。我真的是重生了，人生中所有的恶，所有不可回头的事情都还没有开始。没有杀掉伯父伯母，没有突变七十二城，没有欺师灭祖，没有，谁都还没有